有人刚睡醒，醒醒，还有一个还在睡，是有人还没来，要call他了，还没来啊，call了call了call了，他有醒吗？他没有反应，毫无反应。天哪，我要来call他了，哎呦，先call一下，有个薯条的资料啊，打给薯条，薯条的资料，薯条，薯条会接吗？速快播放，他之后薯条帮他接电话跟开台剪片，你知道吗？哇，真的，薯条要自己赚钱养自己。对啊，好可怜啊、哦，靠他会死，饿死。啊，不来就不会了。哎、欸，正常了吗？正常，正常，正常。哇，他自己秀发呢，是不是？哇，你用什么？你用把乳的？哇，你是不是很久没去剪了、啊？最近都不能出门剪头发，是不是很久没出去剪头发了？很久，头发超长哦，你的头发。好了，我是萝卜了，真的是萝卜哎。他不接我电话，你打。喂，他来了。喂，我来了，出现了。哇哦、啊！那我们今天整九个人了。没安你。真的是秀发哎、欸，要不要一起水母脑啊？水母脑，我上次三爆炸头很危险啊，危险危险危险，超危险！小威，你应该用恐龙才对啊，就是蜜蜂哎、欸，小恐龙是吗？哦，你就是蜜蜂，看不出来啊，那我比较像苍蝇是不是？你这是蜜蜂吗？对啊，他写 B 啊。B 好不好玩的 B 你要唱那首歌吗、I'm a B 这首吗 B B I'm a B 不会的帮我看看有什么波波你那个有特别调好吗还是我这边调那个医生那个吧医生那个要调内鬼恋人生成绩恋人共上可有其他职业？我带着披萨走路。哦，那个等一下哦，医生，那个上次不是有说、那個、小丑不可以破坏？对，还有这个，这次好像是新的。好，我再看工程师，是工程师吗？工程师。跟警长，换下哦。那个医生，那个护盾，上次团团说被砍的时候有那个效果，對對對哇！我就截图给你看了，有。我每一在看哦。艾顿玩家可关闭、哦這個。所以我们是医生、警长、工程师、小丑嘛？再跟确认一下。对，嗯，25秒，哇，你真的是萝卜哎！对啊，厉害吧？本来是一颗牙，现在长大了。请问你是萝卜吗？请问这是萝卜吗？哦吼，那感觉可以了。哦吼，妈妈都认识吗？你有没有介绍、啊？说有谁来？我们还有四分钟，嘿，大家好，我是巧克力耶， yeah! 下一位哈记，哎、欸，大家好，我是哈记，今天15号，嗨，阿南，大家拜拜。啊、对耶，我去看一下，什么？今天什么？哈记开开箱，下一位繁星，哎，我是繁星，我是一颗萝卜，下一位，要 Q 下一位是谁？小雨，大家好，这是向阳，我是小雨啦，下个月。Hello, 大家好，我是尹月，今天可以去看哈记台哦，妹妹漂亮，漂亮，哇，各位宝宝，啊，我是发，哎、欸，我要在哪？我要站这啊，我是发发，然后下一位阿苏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爱的俏魔女迪苏，下一位，Oh my god， 嗨，我是诺宝，好大的鸡腿，我天啊，哪里？下一个宝宝。爱我是 BOBO 耶、yeah ，绿绿的，背后是我们的爱吃鸡块的人，
爱吃鸡块。他是不是没开麦啊？诺伊，你是不是又忘了开麦？啊，我有开麦。哎，有找到我吗？哦，有、啊。Hello， 大家好，我是诺英，早安、啊。主要今天就是我们十个人玩，那我们这一次一样是有警长、工程师，还有谁？医生、小丑、小丑，还有 CP。那这一次有特别条 ，CP 呢，它是 30% 才会是内鬼跟一般人。哦，几率低了。所以你 CP 有可能是好人好人，或者是。好人内鬼，内鬼内鬼，嗯、或者是小丑、小丑会不会有 CP？ 我不知道哎、欸，就可能玩几场，可能就会知道了，好不好？那杀手的刀是25秒，警长的刀是20秒，所以警长一定可以比杀手提早一点。提早，对，那当然怎样说就是看你们。然后呢，医生我们没有，就是只有自己跟，就是只有医生跟护盾的人可以看到。那他护盾被杀的话是看不到的，就之前有红闪光，这次不会发生了，好不好？嗯，好，不再有灵异现象了，就你啦。然后一样哦，紧急任务只能按一次哦。好，很好。那任务啊那些都是没有办法看到的，但投票是匿名投票，就是这样，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等一下再来看看 ，Go Go。Go, okay, go go go， 走起来就对啦，是好人。有没有是新来的可以先刀他哦？不要啦，好难过。刀爸爸，刀爸。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哎呦！出事啦！出事了！你要看到啥？我看到了，在地图中间那个小房间，它应该是武器库上面。有没有地图资源？有有有，我来了，我来了。在那边出现了尸体呀、啊，是低速啊！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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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呦，地图资源在哪里？有，我看看。那个 WiFi 房，在 WiFi 房里面找到的。WiFi 房，对。但我觉得 Bobo 怪怪的，他刚才在门口。哎呦，我刚刚是从那个下面走上来的。我怀疑我怀疑，我这边说一下，我那时候我是从登录舱往右，就往医疗室那边走，然后那时候有先看到允月，可是他就走别边了，然后我过去的时候有看到诺英。诺英还在医疗室那里，我就先下去实验室那里去解任务，所以我在这里就只有看到我跟诺英还有允月。嗯哼，那允月是提早走啊，诺英还在医疗室，我从下面那边上来，然后最后在办公室那里，然后就拍桌，所以我中间都没看到人，所以我怀疑宝宝。我也怀疑宝宝。那我讲一下我的路线，你不怕我小丑？对，啊，哦对。他都这样讲，我觉得他不是小丑啊，应该还好吧？他可能是没事啊，怎么会自己讲出来？一开始我是登陆舱解任务，然后走医疗室那边走下来解下来，然后出来的时候那边有锁门，
就是那个中央室那边有锁门。嗯嗯，你跟诺英有 看到 Bobo 往医疗室那边走吗？我是从，因为我是很后面才，我看到 Bobo 最后一个离开。那个我一直待在医疗室，因为我在想有没有人要看我做任务。有看到你啊？好，那重点是妈妈刚刚说 Bobo 是最后离开登陆舱的，那你不可能从研究室那边走到 WiFi 房那边有人看到你啊？因为我是在你之前走的。哇。对吧、我最后才在往办公室那边走，往右边走，可是那我才走个五秒而已，你不可能那么快就走出去在那里募集吧。发发你在哪里募集？我跟月月是在，我跟月月是在拉垃圾车那边，然后下来出口、没有，就O2房那边，对O2旁边，就水房的那个旁边那个出口，因为那时候那边也是关门的状态啊。可是那你怎么可能从医疗室走研究室，然后又走到 O2 那里？我知道他跳地洞。你后出不是不是后出发的呢，还可以超越我们？哪有超越你们啊？你们那个时候不是都被关在里面，只有我在外面呢、我看那时候只有发发在外面呢、我要投他，我相信他不是小丑，他都这样讲了。然后投，拜拜拜拜。我史蒂克，我不是一个，我相信，再相信他一次。放过我嘛！就结束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大家不给，又给了，诺伊没有给了。关麦，关麦。怎么玩嘞？要怎么玩嘞？要怎么嘞？对啊，永不哦。没来打炮啊。哎呦，他这样子我没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来，我看到的，我是看到 MOCO 是在研究室那里。然后我要先说一下，在那之前，我跟哈纪还有 MOCO 有在办公室。一起看心电图、我不知道他们 那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我们看心电图原本都还没事，然后忽然间发发倒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可以验证 Moco 跟哈吉没有，就是是好人。嗯，对。然后后来我绕了一圈，我去那个医疗室那里有看到，好像允月跟诺英吧在那里。然后我就因为我是想要找发发尸体，然后后来我又回办公室一次，然后看到那个中央室啊，看到那个研究室有人，我想说发发应该在那里，然后就没想在那里看到妈妈的尸体。嗯。哦。我这边讲，就是我一直盯着那个画面，你们应该都看到，已经路过那个看到我的画面。有。我看到瞬间死掉的时候呢，粉色死掉，发死掉的时候，巧克力跟 Moco 在我旁边，所以必有一狼在外面，一狼不知道，那可能我们这。表示我们这三个其中一定一个是好，两个是好人，一个是有可能是坏人，或者是三好。嗯，再来第二个是刚刚紫色 Moco 死掉的时候，允月跟小雨在我旁边。嗯，所以，因为我这边推的话，刚刚那边我们的巧克力跟我，我自己推我自己不是呢，那就表示巧克力有可能没有完全作证是完全是好人。嗯，对，因为刚刚其实 Moco 跟巧克力是在一起的。对，然后再来就是。紫色死掉 ，Moco 死掉的时候，允月跟小雨这边也是必有一个好，这样子。嗯嗯，可是我觉得不太像是巧克力，因为其实我跟巧克力有很长时间有碰到，或者是单独遇见，可是他都没有对我怎样。嗯嗯，在西利亚，而且最后的位置呢？因为我最后的位置在医疗室的上消毒间那里。嗯。啊，我原本都是在 O2 房跟宿房啊，然后之后不是有停电任务，然后我跟你们遇到之后，再把那个宿房任务解一解，再往医疗室走。然后有遇到你们在办公室的啊，那时候是在宿房任务之前。嗯，对啊，有看到小雨跟哈基在看心电图。对。然后有看到好像巧克力被关在门外准备进来吧，那时候。嗯，这样子啊。你后来是往下走是吗？往左下。就是往宿房那边走啊。嗯，可是你最后不是在医疗室？对啊，我这边任务解完了。那时候遇到已经是过很久了。你是从研究室那边走医疗室吗？不，从医疗室往上消毒间走。然后那时候有停电任务吧？停电？停电更早吧？哦，紧急任务啦，紧急任务啦。对啊，紧急任务。最后是那个吧，地震的吧？对，时间比较短哦。我是觉得应该刚投波波应该对，因为发发死的时间跟妈妈死，妈妈是最后死的，那个时间超过25秒了，十秒。我小彩繁星，我不知道，不知道哎。啊，有没有投到？没有，那就再来了。好，嗯，我聊爆了，我刚刚没有看任务是什么，北西哦。我聊爆了，我聊爆了。我们任务要解完了啦，你有没有恋人啊？刀刀恋人就赢了、欸。没办法了啦！哎、欸，
让我说说。好啦，我是鬼啦，好难玩哦、喔！快点，快点，快点！我看着繁星把诺音给咔嚓掉了，因为巧克力尸体在那个办公室，我没办法了，啊、票我快点，太累了。该就是你了。我刚看到哈基死掉，我就想应该就是你了。我想说哇，完了，哈基死了，赶快该做事了。对啊，因为我跟影月去左边啊，如果是影月，他就把我弄死了，然后巧克力也走过去。啊！结束了，好棒！还是哎、欸，我可以问一下那个职业吗？有人有职业吗？没有，没有，没有，有内鬼，没有被挑到，没有。我还在赌说会被刀到恋人哎、欸，我刚才在赌，可恶。结果没有，没人有职业，没有，刚是不是有人没解任务啊？就差那一两口啊，就差一个。Moco 差一个。是我。Moco 要解那个按数字的。对。Moco 不会数数二。不会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对，我不会数，我不知道按照顺序。你要十九八七九五十三一回去。啊，那个啦，那个船员职业那个要是那个吗？最少最多船员职业。对对对对对，那个要怎么写？内鬼就是选两个嘛，然后船员是八个，毒。哎，没有，独立职业是小丑嘛，所以小丑要选一个，船员职业要选七个。这个，你从上到下数字要多少？最七，第一个是七，七嘿，七七一一，七七一一，二二，哦，是这样子哦，对对对对对，哦。最近是这样子哈，不会有一堆警长、一堆医生哈。不过 PS 不会啦，因为船员职业这没有。我跟你讲，他每次更新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更新什么，然后都莫名其妙多一堆东西出来。又观众说是这样设定，然后我们就相信波波与观众。好，先这样，试看看吧。好，气矿啊，气矿蛮。你知道我刚不敢直接票，繁星也是想说有可能是小丑，想说哦很担忧。他怎么就不会觉得我是小丑？因为你那样讲话就不是啊。对啊，那我而且萝卜怎么突然变小颗了？被拔掉了，变鸟了。我看到萝卜想，哎、欸，它怎么剩叶子，怎么剩那么小？被拔掉了。我方法你变色了，你刚刚是粉色，我就想说，我以为死掉是诺伊，你知道吗？还想去找。那我以为死掉是诺伊。我刚刚，然后你突然间从我前面，我想说，哇，死者复生，哇，这么强。是然后后来想说，我那应该是发法吧，然后要去找发法，就看到一个很大的鸡腿。好说话。Moco 的鸡腿是把门挡住了，对啊，挡住啊！这次应该会有职业了，哇！刚刚没想到玩那么久，原来是原始。好的，没关系。刚刚有什么状况问题吗？没有，任务很少哎、欸。我那个时间要不要再调长一点？就是你辩论时间吗？抢任务啊，对、欸、对啊，辩论时间也可以抢。我看到 Bobo 投出去之后，看到上面进度条已经过半了，我吓死了，你知道吗？你们解好快哦！第二天一开始我就解完了哎、欸，哇，就是、差不多，对，没有抢任务的感觉。讨论时间210秒，多60秒。好，长任务多一点，多两个哦，多两个长任务、哦啊。好，两比三。危险危险，多试试，就最好的设定了，走，耶、yeah. ，走，关麦关麦，耶、yeah, ，我是好人，好人一枚，拜托拜托拜托，找出孽鬼，啊，我没有职业，我没有职业，快乐。我烦呢，我想说刚好看一下聊天是被看到爆雷的，抱歉抱歉抱歉，没事没事没事，干鸡掰人呢，我要关掉聊天室，你们那个我不看聊天室哦，交给你们了，感谢感谢，啊，
没有任务，扮演好台电员工啊。是啊，刚不用，现在想用气。你已经秒刀了，我知道啊。有时候奔下去之后还要一段时间，被人死了、啊。Look，有死人了。啊，太多了！三个，等一下，四个。那个我先讲一下，没有我拍桌的，我拍桌的先，我让我先，对，没事。哎、欸，小雨死了，还是刚刚？哎、欸，等下我问一下，我尸体是在那个下消毒间发现的，然后那时候在办公室有看到允月跟不知道是发发还是小雨，我刚刚以为是小雨。刚刚跟我们一起走的是 Bobo， 然后我讲一下，在拍桌前一秒 ，Bobo 突然自爆了，我猜他是警察，对。哦、oh, 他自己知道了、啊、也有可能是 CP， 他可能 CP 被倒掉了、哦、也有可能对、oh. 嗯因为那哦所以你在办公室是跟 Bobo 在一起哦我在下面你们两个在上面荧幕看嘛我在下面看你们两个很啊我是看到小雨死掉了还有一个好像是哈记吧我就是在找尸体了然后然后那时候只有两个死掉就哈记跟小雨的样子然后你刚刚说 Bobo 爆掉是后来死的对对那要么是 Bobo 是警长去掉一个好人带着 Momo 一起死掉啊要么就是可能狼又刀了两个就刚好当刀到一个 CP 对诺英刚刚想讲什么就是哈基跟小雨是在是已经死很久然后我刚离开那个监控就是那个看心跳房、嗯、刚离开没有多久之后就拍桌了等于说在那短时间内死掉了两个所以要么我们现在还有两狼要么就是他们可能是 CP 死一个对我这边也说一下我这边大宝允月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在解医疗室的时候是允月先在解、嗯、然后我要去点的时候他就有写就是就知道是允月还在那是就算关闭也是会看到的对就关闭可视任务也会看到然后那时候我在换我去用医疗的时候 Bobo 跟我同时哎、欸，对是我断线吗怎么看诺英不见了、欸、对他突然消失了他断线啊哇他断线好那我先继续说然后那时候是 Bobo 跟我同时在那边弄任务然后我完成任务的时候 Bobo 也走所以那时候我就怀疑他超级可疑因为理论上医疗是一次只能一个人除非我们两个刚好同时、嗯、然后还有 bug 可以让我们一起踩上去但是那时候我是怀疑 Bobo 啦可是 Bobo 现在也倒所以我也很困惑、嗯、然后之后因为我是工程师因为之后我就全部都躲在那个地底就医疗室下面的那个地洞我就一直躲起来了、嗯、因为我想说我知道 Bobo 这个情报我就想说我决定躲这一天然后到时候跟你们分享、嗯、然后我那个地道就只有就是一二三四四个点可是我都没有看到啥啊、迪叔发发嘞，迪叔，我一开始先往医老师那边看他们一群人，然后结果我就下去研究室解任务，然后最后在办公室附近。那你危险哦，因为在下消毒间发现哈基的尸体哦。嗯，可是我而且没啥印象有看到。嗯，我中途是没有看到人。你说你最后在办公室那边，办公室你应该会遇到我。或是或我也会遇到我跟伯伯、啊、靠腰玩太快对不起没有玩也只剩十几秒他可能是小丑我觉得迪叔可以他的说法我觉得不是小丑现在也只能投了啊投真的有可能有两狼好诺英就可他 DC 还在啊诺英他 DC 消失了好吧关门可能整个大断线吧
本来以为今天会有团团，因为团团其实玩这个也很棒啊，很会推、欸，是的，很会推，但是不代表他很会当狼。当狼？欸、这么快？哦，巧克力弄的。可以看一下报告报告。阿爸，哎，是不是11个了？哦，60秒后回来哦，看懂了啦。你干嘛？哦，对呢，录音。我到了、哦，我看到了，是发发刀的，因为你是医生嘛，你保护我。哎，发发、欸、就是你了，因为刚刚有一个紧急任务瞬间秒完成，我猜对了，那就是我工程师使用的、啊、上一个的任务，我推对了。然后那时候我在解任务，忽然间身上有盾，然后那个时候有看到影月跟发发经过，我还想说到底你们是哪一个人？然后我想说，至少我知道影月是好。就一直在跟着爸爸走我原本想要把你刀掉，然后结果有盾完了我不死他好好啊你最后一路好走咯拜拜我就想说你因为你不会知道我有盾啊，我就一直跟着你，我就想说你很怪你刚刚这个打炮你打超快的，我想说你这个速度怪怪的。欸、没有，不是那个会躲一下，可是为什么会是一次死两个人呢、啊？耶、yeah, ，不是你们刀的、哦， yeah. 不是我不知道、欸。我推对了、欸，我猜对了。我跟 MOCO 是那个人、啊啊，是啊是啊。发发发发，你跟谁？我跟迪叔啊。所以是、哦、我们那时候飘到，好险。叔刀了两个人呢、欸。我好像刀到 CP 对不对？刀到 CP 啦，对然后 Bobo 然后 Bobo 跟着死掉，对，哦，对，對我那你是什么 CP？ 好人跟好人，好人好人，好人啊！我是警长，好，哎、欸，巧克力，我跟你讲了，我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跟你一起站在上面吗？身体健康警察，对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一起站？我站上去，我才发现我那个不是任务哎、欸，我、哦、白痴，那边怎么亮亮的？你知道那时候我超级怀疑你，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同时一起？我是在完成的，我就赶快躲地道准备要拍你。有啦，我香菜，我当香菜，我当香菜，我真是香菜，香菜必须出击。结果是妈妈带走了 M Bobo。不是，你知道我当下我自杀，我想说我怎么香菜自己杀香菜了？我大傻眼。然后你看到我 MOCO 死了，香菜必须被消灭。我就看着波波在我面前蹦嘎，就我想说，隐约你到底做什么事情？然后结果哎、欸，不对，好像是我自杀。对，这样 CP 就很刺激，有可能是各种的。但是就一样，因为你 CP， 你也可以完成你的阵营的胜利。嗯，就是你是好人跟内鬼 CP，、嗯、那你是好人，你也可以选择是好人获胜，不一定要跟着内鬼。嗯，对，嗯。你长任务要不要少一个、啊？现在好像太少一个，有点长。现在又太长了，哈。对啊，太长，太长了。有因为我刚刚都躲地道，我也不晓得。欸、对了，杀手杀人时间是25秒，看有没有调。对啊，杀人时间看有没有长。好像有点快，有点快哦。好，对。
快。没有。那时候，30秒，嗯，30。诺伊没问题吧？对，刚刚投票没有匿名，也要看。没问题，没问题。刚刚是我刚那个是观察者才不是匿名吧？观察者，观察者不是。对，我们刚刚在里面玩是灰的，没事没事，什么都可以看。好好好。你有天眼。冰天没事了吧？你刚突然就消失，担心很多不见了。你突然就不见了，突然自爆了。我刚刚连直播间都断掉了。哇！你聊着聊着就去吃鸡块了，我傻眼了。吃鸡块，你跳伞是吗？记得蘸酱哦。哎，不好意思，我的 BTS 记得选酱哦，你不然没有酱就跟一般的一样。对，也要选一下酱哦。听说巧克力买了没有酱？开始，我就不知道要选酱。好白痴，拜拜拜！要不要闭嘴关麦？嗯。Go go！ 小猪虐鬼！哎，我都没职业级杀毁啦！我出事哎，跌倒，我看一下哦。阿基，对，诺音，CP 可以聊天，就是我们昨天玩的啊，那个跟蔡大他们玩的时候的，嗯，要干嘛？里面有没有藏尸体的？嗯哼哼，嗯哼，嗯哼，吓到！有人死！呱呱呱呱！死了！你在呕吐房？死在呕吐房？可是我在那里有看到巧克力跟包包。但我们没有进到那个呕吐房，我们没进到里面的。我们刚刚是门是关的哪根？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是鬼？是啊，我们解任务解下来。他是在呕吐的哪里？因为我是往水房那里走，然后我看到迪叔是往上，所以我没有看到那个有亮。然后是去拉垃圾。我们是跟那时候在原本在右，那叫什么电房左上角，那时候有那个通讯任务。的问题，那我就跟波波往右走，然后通讯任务刚好就完成，然后就往下过来，然后我是想要甩开他，然后他就是一直抱着我，我很怕，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在那边就是水房的外面那里，然后波波是在捡那个，那里有一个任务，然后我是水房那里有，我就往下走，然后迪叔那时候就来，他去 O2 那里就拍了。啊，这样子我比较怀疑迪叔。我觉得你们在演双人戏、欸，我也觉得、欸。有没有人看心电图？因为怎么会帮波波说话呢？欸、有道理耶、欸，有道理。这么一回事，怎么会有人帮波波说话？說 我是很不爽的、啊。可是因为我他是在我后面来的啊，那我最后是往水房，他是在那个就是那边 ，South West 那边有一个倒垃圾任务啦，就直接讲是倒垃圾任务，他是停在那里。对啊、嗯，那是你往 O2 那边走，然后拍的，所以就看有没有看心电图，看发发。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那个地洞沙呢。那边哪里有地洞？没有地洞啊，只有宿房才有、欸。你说宿房 O2 啊？你是说 O2 里面哦？他说在 O2 啊。我是没职业啊。底叔有职业吗？我也没职业，我也没职业。你谁？嗯，怎么那么多船员呢？我先说，我是工程师。对，我是工程师。刚刚出来的时候，有在哈纪跟诺音旁边跳了一下地洞，不知道他没有看到。没看到。我一直跟着小雨，没看到、欸。我，对啊，我可以保。有人看到小雨应该可以保我吗？有人看到发发过吗？没。哈纪都在旁边。今天我可以保诺音跟哈纪。路过猫头鹰。对，是我。因为有可能发发
死很久，因为我感觉迪叔好像也不太像是自导自导。我觉得他没有死很久，他没有死很久，没有没有。好像没有唱的时候，大家在书房那时候还有 Moco 还有谁？那边那时候一开始超多人的。对对，那边有记得四个，我跟小雨还有另外两个。你们印象中有谁是最后离开的？书房那边，我们都几乎一起走、欸我。我们是一起往上走的，对、啊，我们一起往上走的。但是走上去是不是有一个往下走？但那个短时间内应该也杀不到人啊。那因我们下面上来也没看到有人，我比较偏向觉得也没看到人、啊。我觉得是双黄哎、欸，因为我跟哈基一起走。对，你们两个太怪了。我觉得是双黄哎、欸，干嘛要跟他演双黄啦、啊？因为如果他有问题，我一定直接有票他啦。你们觉得嘞？这个这个，不是你们这样很场外，你们不是不排除恋人。我直接说，你们票我也可以。我跟 Bobo 是好人的 CP， 但我们是好人，可是那个真刀跟真的不是我们。好、啊，所以有可能是先走的人，你们那批先离开的人很可以哦。我四个人。你们自己想想。哭啊！你还真的是嬉皮。哭啊！他居然选择 Bobo。再回来，这是什么？哦，水吧。欸、小雨，你不是刚才在跟我在一起？小雨，我看到的是小雨，请说。是啊，我是警察、欸。啊、警长是我。不是啊，我是警察。我是警长。那就他们两个有问题了。我才是警长。我觉得应该是小雨的、啊。我今天是内鬼的话，我就不会跳警长了。我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在外面。可是因为我那个啊，我开枪然后直接杀，然后隐约，然后我一杀了之后就发现，啊，繁星走过去，我想说啊完蛋，繁星会不会觉得我是坏人，然后拍我灯？可是我是警长啊，然后我杀了隐约。你们怎么觉得？因为我那时候从左下的水房那个缓缓走出来，因为关灯任务嘛，还是什么紧急任务，我走出来就看到一个番茄酱喷出来，我吓到，我马上去按。你们觉得？我只能说啦，就是小雨说他自己是警长，如果我真的不是警长，我是内鬼的话，我自己也不必把自己放在外面。因为小雨可以说一下你中你如果你是警长好了，你中隐约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什么理由啊，我只是想说反正这样如果算一算的话剩一个人。那因为警长不行，我觉得这个太坚强，没有东西了。因为其实刚刚诺英跟隐约在一起很久，他有机会到他，我刚刚一直在炮房来来回回看他们两个在那边。对，他们在里面打。隐约跟我一直走在一起，我刚才前一秒还走在一起，然后一进门就怎么隐约死了。嗯，所以我会比较偏向繁星说的话。然后我觉得小雨这个，因为你说你撞的理由是就没有理由的，这个太坚强了。这我觉得这个大踩，我也会踩。啊，顶多就是在拍桌投诺英出去嘛。是，对啊，对啊，我没有关系啊，反正我的就是紧张。然后我跳身份，我是医生的，我不知道原来盾只有一个，我刚上了小雨，啊盾哎，我说盾，我说盾，我被搞，我被搞，开搞开搞，我说盾盾搞起来，搞起来，好，BP 好哭哦，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
到那个阿叔说我，你为什么会帮波波讲话？可是其实我也没怎么帮他讲话啊，我也只是陈述事实，就只是陈述事实啊。我也一直想要把他甩开，他就一直贴着我，超不舒服。没有，因为我以为你是好人，知道吗？好不容易看到爸爸在角落，想说，哎、欸，终于可以刀一个，然后刀了爸爸很开心的出来，哎、欸，波波我没事，我什么都没做，然后迪叔走过来。不是啊，我们今天是你最爱的香菜 CP， 我一定会帮你帮到底的，我一定会用香菜把它埋起来，临时要带走你。那妈妈，你是那个小丑，你其实也可以说一些啊。可是刚刚实在是没有，因为你是要被票出去的，你刚刚你也可以说，不知道你才是警长，你要当乱源之类的，当乱源，你要想办法被票出去。嗯，你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很可疑，然后让大家投你。哎、哦，刚是哪两个鬼啊？巧跟小玉啊，小玉哦，不是，我刚看到整圈都没看到人，想说，哎，我终于走到一个影院，然后一看，然后就门进走出来，超喜的，马上被看到，吓到了。前一秒大家开麦之前还在惨叫，我来了，他说不要，我是警长，来，我把你。哎，你说这种其实超强，然后就刀他没有理由，我就完了，没有理由，完了，我就想说刀一下，我太慌张了，我觉得。那我们换一个地图玩。好，好，好啊。一个，换那个、啊、空庭。我是警长，我第一刀远。啊，对对对，我就想刀他，我就想刀他。刚小雨真的太慌了，太慌了。我真的很慌张。你的潜意识跟你讲了一句话，我就想到来不及思考。但是我上一局的时候，我有说我是工程师，你可以只有说，哎、欸，他一直跳地洞，我觉得他不是工程师之类的啊。嗯，他脑袋空白了。因为你可以说那个说诺音是小丑，我们从角落走出来的繁星吓到了。我是猫头鹰。忘记猫头鹰很爱还看得到东西了。我还听到声音哦！我要重开，等我一下。好，好，你知道重开电脑还是没有啦？游戏还是人生？人生吗？哦，不要，先不要。那这个的话，我们那个内鬼时间就会更久。好，这是打的那一张吗？对，哦，四十秒空屏，超大。这一张很难遇到的，是红色飞机吗？所以呢，我要爆爱心。所以盾就只有一爆爱心，盾一场就只有一个。工程师的维修也是一场只能一次，嗯，只能一次，只一场。这最后，刚我还放小雨，然后我还跑了一，才刚放大概两三秒就拍桌了。嗯我一直想要甩开那个臭香菜，就一直贴着我说：“没有你，我会帮你挡。”我甚至一度想要直接刀他自爆，你知道吗？我会帮你挡，我会帮你挡尸体。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草丛这么，我直接把它给挡住。乱动了！你杀完了之后，我会把你遮起来，再把你遮起来。诺伊，哎，好，来了，进来了，进来了。你在偷吃？啊，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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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那就来喽，空艇哦，妈妈新地图，嗯，好好看。啊，内鬼的话可以让妈妈提早去看啊，那个幽灵看的不舒服。我想说第一场放水让妈妈玩呢、欸，第一场放水，因为我刚第一场就是妈妈在旁边，我是没机会，不想刀她，所以妈妈没死就是挡喽。哦，跳他，跳他。哪一个？什么？啊？什么任务？好可爱的萝卜、哦，卡哇伊！到底是啊？小丑不能解任务哦，白痴哦！想起来了啦。发，我要看你们杀。
喂、哦？怎么这么快？我发现尸体，而且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刚我在在我尸体有说在、啊、在要新的，有有在在找在找。嗯，我刚就是记不记得枪那边有 AK 那边哦，拿四把枪、哦，对，我四把枪拿去看，我正要拿去放的时候，看到云月正在放枪，好，我正要点开的画面，然后放放放完的时候回来，嗯，云月死了，哦哦，枪支走火、哦哦，所以是 CP， 要么 CP， 哦对，要么 CP， 对、嗯，也有可能，繁星有啊、哦，有什么？哦、我以为你在弄那个哦，我帮你找啊，给你，有，没错，我跟多音刚好一起。哦哦，哈基说在武器室嘛，同一张。对，在哈基之前，我有看到那个隐约在那里，然后灯是我姐的，因为我是比较晚点厨房，我想说要去哪里，然后我点厨房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我还想说我很孤单，没有人要跟我做菜。然后我完成一个任务之后就有灯的任务，然后我就把灯给打开之后往上走，看到隐约我就很害怕，因为我想说我刚刚我没有看到人，忽然间隐约出现，我就觉得很可疑，然后我就往右边那个 camera 房走了。对，那我路上这边应该也没什么人，所以有可能要么隐约就是像哈基说的是 CP， 要么就是哈基，我会这样觉得。嗯哼 ，CP 可能性感觉比较高一点。把枪拿到一半就死掉嘞！发言，你是警长？我是警长，我是警长。哦，你先跳，先跳，先跳。我警长，然后我这一 round 可以保。可爱的萝卜，可是我们两个是最后才遇到的哎、欸。可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有遇到啊，也是啦，我们都在上半部会议室跟金库那边晃。没错。妈妈呢？妈妈发言啊。刚讲话、啊。哎、欸，我刚刚直接去大厅，然后都没有人哎、欸，我觉得超孤单的，我就下去。难怪我刚不能点大厅，我就想说奇怪了啊，怪满了哦。说话。你们一开始有人重生在那个吗？就是。后面有一个叫解金库那边，我看我只有我一个人重生在那边，我好孤单。禁闭室吗？禁闭室啊，禁闭室那边有啊，我跟可爱萝卜都在那边生。我刚也在那边生出来的啊。对啊，哎、欸，那我们怎么没有遇到？禁闭世界吗？用就出来了。不是禁闭室，不是货仓。没有，没有。我好像是厨房大厅货仓，他每个应该都一样吧？对。结果我看我只有一个人在货仓，然后货仓那边有一个要解那个保险箱的转那个 不会转。各位等一下，如果没有维持 1.5 公分的距离，我就直接开枪半掉。哇，那你会死哎、欸！我很凶哦。那你会死、欸？那我敢。没戴口罩，我也要把你半掉。完了，我们我们没有戴眼罩啊。眼罩，那这样怎么办？狼跟那个好人是80%嘛？没有，三十，对，所以几率都是一样的，几率是一样的，一样的。嗯，你靠我很近，我要把它变掉。诺伊呢？诺伊没说，还有迪叔，我在 gas 房那边出生，然后前面跟远月是同一个地方出生，但是我后面走散了，然后在。机房就是在走到机房途中遇到迪叔，刚刚好像迪叔，你刚刚说跟小雨怎样？我跟小雨在档案室出生，然后我在淋浴间一直捡毛巾，然后就都没有遇到人。小雨可是小雨死哎、欸嗯，对，而且他这重要情报最后才讲，对，完了，危险，怪怪的，坏人，你才怪。一把还撞人呢、欸。
还跟他靠这么近，我的天！有没有看到我啊？那这两个要被吃了！天哪！啊，死了死了死了！完了完了完了！耶！耶！哇！诺伊！耶！什么时间任务没得到啊？好快哦！很，可是我还没解完呢，我还有很多哎。其实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你们一直在尸体旁边走来走去。没有，那时候关灯，关灯了，小姐。不是，好可怕的发言啊！我们都在哇附近啦，都一直在尸体附近，附近啊，不能说旁边啦。就在那边。可是，哦，因为有恋人，所以第一天管是恋人死。第一天是我刀了小雨，然后我是逼我吃了一把香菜。对，放在这一天你们刀了各刀了两个人哦，怎么那么快？我们都是两个走在一起，两走在一起连刀。对，爸爸，你不是说要靠近的，你就biang他，我还很期待你biang他、欸。biang 他，超期待的、欸。我在想、欸，哎，他刚才一直靠近我，可是他靠近我一下又走掉。你是不是不会开门？我看你剪那个门很难。哦、不管，对啊，我不会开门。我想说你帮我开门，我就让你走。耶，小猪红旗。那个杀手时间变45秒了，我可能要久一点。其实已经很久，真的很久了。啊，这很久了，真的很久了。我们真的、哦、好怕你们发现 Moco 跟你知道 Moco 的尸体倒的比较外面，很担心你们走下去。不是，重点是我看到我的那个亮的按钮一直亮着，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按？然后就一直跟在你们旁边。完全没有，我第二天完全没有遇到任何人，然后大家都倒了。我也是没看到人，就遇到诺音。好可怕！而且我还原本还怀疑迪叔的，想说你都最后才说跟小雨，想说你好可疑啊！的确是遇到迪叔没错，确实我看似我，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们都经过尸体旁边，太可怕了，太恐怖了！哇，诺英好棒哦，好会杀人！我以为。好，我以为你是 CP， 因为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你砍，是想搞我对不对？是不管怎样就想把你砍了。砍他，看他这个 skin 就砍就对了哦。哎、欸，我是香菜 style。好，再来，那等一下我先票香菜。好，票香菜先。走起！关麦，关麦，关麦。Go go。我怎么普通那么多次啊？大厅，哇，在这里耶！好毛巾哦，白痴哦！喂喂喂！没事，没事。好啦，也好啦，好好体验任务是什么？嘟嘟嘟，要走过去。两个在哪里？我看一下哦，好像死在那个。小德在哪？哎，在哪？你看到死人了？我死在哪？你知道死在哪里？你走的路你不晓得你在干？我很紧张，你是不是杀下去之后忘记在哪里了？我知道，我从机房走到禁闭室，禁闭室往金库的那个门口中间，他门还被关住，而且我超怕我开不了门。
OK。哎，又是他们两个哎、欸。真的？怎么是？所以他们又是 CP 吗？不知道。又是 CP 吗？哭了。有可能。所以你是看到哪一个？我是看到，我好像是看到允月的尸体耶、欸，黄色的。对对对。所以是你是金库那里？对，金库没错，金库，金库门口，他就在他开门的时候，然后捅他拿走。我是，可是我是比较晚点，所以那时候我没有看到人。然后我是往一开始去往那个右边会议室那边解任务，然后最后我是在、哦、你是浮空台过来档案室，对不对？对对对。哦，安全。你安全哦，对对对，你最后有这边看到香菜，最后看到开心。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要往下走，因为我很不舒服。哦，你好好讲话啊！这局我是但是那个浮空台是从左到右，所以我不确定之前有没有人。右到左，我不忘了我那上去之前浮空台在哪里。那、啊、我下来的时候是可以从左到右的。我猜一下、哎，我觉得若音怪怪的，因为那时候我在上去的时候，然后我在武器室，然后我从武器室上去，然后他就从上面下来，所以我猜他应该是从禁闭室那边下来的。嗯、没有，我出生在厨房，我不是跟你在厨房吗？可是你先关警察来武器室，我在驾驶舱。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在机房，你有看？我在机房中间那个刷卡，对，我有看到你。对，因为我不会开门去的，我没有去到上面，完全没有去到上面，我也来不及下来到我刚刚遇到你的那个地方。嗯，方法，你刚刚说诺英从上面下来你遇到是他从上面下来是哪里遇到？在武器室那边。他什么时候跟你在机房遇到？武器室上面下来是因为我那个任务是。这样绕过去的，然后我要从那边再绕回来，所以你遇到的是那段。如果你从厨房出生，你解到武器、解驾驶舱，干嘛又走回武器？我没有，我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武器那边是下面有一个任务，上面有一个任务，然后驾驶舱一个任务，所以我就是这样绕。重点是，如果我真的去到禁闭室，我也来不及下来到我刚刚遇到发发的那边。我刚刚遇到发发是，我不知道哪里有地洞。而且如果有地洞的话，我会是在驾驶舱吗？可是我在驾驶舱那边没有遇到。反正我跟你们说，那你们其他人有遇到那个吗？我先跳身份，我是工程师。工程师，我有在迪叔在淋浴间啊，我们两个。诺英，等一下如果有那个紧急任务，你要秒解哦。我应该是跟 Moco 字库口，Moco 更你没有秒解过吧？嗯嗯，没有，还没，还没，还没。那等一下如果紧急任务你要秒解哦，不然的话我会怀疑哦。跟 Moco 库宝，那可以用一次吗？真小小宝巧克力酱，没人保宝宝，宝宝又是狼吗？不敢保太底啊，求。嗯WiFi 咯。我喜欢玩这个，这好玩。哦，一个好的啊。
Marco，Marco，你怎么在我面前杀人？我要说话，我刚刚在楼梯，我在紧闭室要往。可以问一下是在哪？现在哪里吗？好的，是在那个紧闭室那里。嗯。好，我先说，我一开始落货场，我一路从右上角接任务，档案室，然后往辅控台去会议室，接完任务下来紧闭室，因为我要去机房那里。然后下楼梯的时候，我看到发发跟那个诺英在那边。然后因为我想说，一开始第一局的时候，他们有先说了一些话，所以我因为第一局说话没有几个，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一开始落货场的时候，那时候都一路上右上角都没有人，然后第二局我是一遇到人就是他们两个，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两个怪怪，就保持一点距离。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就突然应该是他直接刀了，然后就直接按那个是什么，你有通报 report， 对，通报，然后就是他就直接赖在我身上。但是我要先说，我从一路右上角一路上都第二局都没有遇到人，所以他刚他说你有职业吗？我是医生。你有套人吗？还没。哎，对耶，刚刚不是说紧急任务要按吗？我按了。任务没有，没有。有他好像是一开始吧？是不是？一开始的紧急任务我按了。就是我们刚刚那一轮讨论完，而且波波可以帮我。哦。因为我看诺英是真的是工程师，他在那边上上下下，然后我是警长。哦。所以。你我想说那个关灯是我们去开的，说对吧？原来是第二个，是你们去开的哦。没有，第一个啦，那时候不是下去的时候还很黑，还是什么的？那应该是第二个，因为诺英的确有没有第二个没有啊，第二个我们在解的、欸，没有吗？我补充一下，因为刚刚我不是一直跟着迪叔吗？嗯，迪叔刚在我面前突然直接就爆掉了，我就想是不是 CP 突然爆？所以小雨跟影月是有人两狼杀，然后发发跟迪叔 CP， 那我们这边一定还是有两狼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妈妈跟诺英那里啦、啊，因为发发是在那里死的嘛。我前面是拍到小雨的尸体，拍到发发的尸体。那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这一轮，你看要不要先？投 MOCO， 然后我去开枪诺英，然后让诺英你要找得到他呢？对啊，这里那么大。那我问 Marco 妈妈，你的那个你有看到发发刀吗？我觉得你是看到我走，然后你瞬间刀他，然后直接我没有刀他，你没有刀他。可是这三个人中就我你跳我当然是说你啊，因为我刚。我就离开前，我是要离开机房前，然后瞬间就是被这是什么？工程师还是什么？不是按喇叭是什么？警报 ？report 的，就通报的通拍的。对对，通报，对啊。我马上就紧张了，我觉得很紧张，怪怪的。我觉得因为你怪我，所以我只能怪你。我们等一下重生在中间好不好？我来开枪。中间是哪里？大厅。中音中间哦。那个，你确定你要开我？因为现在很危险。没关系，因为我开了之后，你可以马上那个 report。啊！你怎么射哈记？啊！我怎么是哈记？你怎么射哈记？我杀错了啦！你杀还是枪？你杀还是枪？我枪呐！我枪呐！我以为你枪，所以哈记，我刚才在想说，哈记跟迪叔走很近，那所以哈记是鬼。对，所以他刚刚说那个有没有啊？迪叔在他面前爆了，所以其实有可能是他刀的迪叔。对，我刚刚在想这件事。那我有在想 ，Marco 妈妈说他是医生，会不会发发跟迪叔是那个 CP，然后在我跟 Marco 的中间自爆？我想问诺英，你们上一天他的那个紧急任务真的有哈？
因为我那时候没注意到，我没有印象哎。应该说一开场的时候其实就有紧急任务，对，那个任务那时候是一开场就有紧急任务，然后对，然后我修的，我修的是我修的。等等，我觉得这样子 ，Bobo 也很危险。Bobo 或巧克力没有。我先说一下，我真的是看错颜色了，我以为哦那个粉红色那是诺伊，然后就直接按刀了，结果没想到是哈基。那因为你刚刚枪的是蛮快的，所以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想说你们人都到了，你知道了吗？警长的枪比狼人还要快很多，警长好像才二十秒的样子，就我们没有改三，好像是三十，最之前都是三十，然后我们这一局没有，我是改警长是改二十，就是比狼人快，因为这样才可以让警长先动作。哦，安诺，你刚刚是迷路哦？可是我好，就是刚不知道。对，我刚按中间啊，然后我想说，中间没人，那我去大厅。你们都没职业啊，所以每个人中间是不同的。有四个重生点吧，还五个？三啊？对，不是每次三个吗？我以为那三个是大，三个选四五个里面选三个啊。哦，是五个里面选三个，就档案室、金库、机房那些。因为我刚刚是从我今天中间是档案室，我想说不是那个机房吗？我觉得是巧克力耶。我觉得是可是巧克力第一局我觉得安全，可是第一局他如果都没动刀嘞，你看第一局就已经倒两个人了。你现在没有第一局，如果是 CP 死掉，因为哈基那时候是谎报啊。如果是谎报的话，可是哈基的是第二天哦。对啊，如果哈基跟妈妈都是狼的话，那早就结束了。那现在证明哈基是狼，所以然后 MOC 是医生，对，所以妈妈跟诺英他们前面死掉的那个人有可能是 CP， 要么就是诺英。也是，可是因为我不确定诺英他到底工程师，因为那个太快了。诺英我可以保，诺英我可以保。那波波可以保的话，那我这边就会觉得是反星了。不是我，强行真的不是我。完了，你们现在换你们情侣撕逼了吗？我的天哪，一场大戏，我来看。啊、那波波，你想看谁撕？没有，波波你可以保诺英的话，那我这边就决定就是反星了。反星，你上一天有第一天的那个嘞。我的路径吗？那时候不是就是说我在走上面吗？跟发发遇到啊，那时候完全是跟尸体超远。然后发发那时候，发发拍第一天的桌、欸，哎，白痴哦、喔，我就要上一场，对不起，第一天的桌，我就要上一场。我跟迪叔在一起，那时候跟迪叔在一起，在淋浴间，我们在剪毛巾。那时候都在档案室跟淋浴间那边走。那第二场的话，我好像也是都在右边。那没有，第二场我在驾驶舱，然后去最下面玩 WiFi。诺英想投谁？我投巧，他自爆了。他跟因为他在他第一他第二天他跟迪叔在一起，还有哈基，那他们两个人刀他啦。哦啊！喂，站太近了，戏剧化，我站太近了，稳赢的变成稳输了。哎，不错，我一定会输了。你选蓝色啦，他选粉红色的啦。我不应该在那里，我们应该远离。对，哦，对，你们两个同时刀就赢了。哎，前面第二天那个摸口被脏的时候，我想说，嗯，好，那是 CP 刀下去的，那表示说有人那个在面前爆掉，想那我就故意假装说，我这边才是那个被连带爆的，那边才是主要杀的，我是故意这样带。哦，对啊，重点是那时候想说啊，怎样都是赢定了，对，开心开心，我怎么看不完，看不起看看我就死了。我刚刚第一时间看到粉红色啊，那我已经刀啦刀啦，你换颜色啦，对，他自己换颜色，他自己换颜色，然后想说哇，这样的对决完了怎么办？直接反转逆转过来、欸，好猛啊！Bobo 是戏精吧？金曲奖是你，我要吃爆米，金钟奖，金钟奖啊！金钟奖是你啊！没有，我要去报名葛莱美奖。第一天我没刀到你，好可惜。你知道那时候过去，我刚好刀人的好了，我正想按，正想刀下去，结果就被人家拍了。刀小雨的哦，他们那个小雨跟雨月琪都在金库。嗯，我们两个就是应该说，我跟巧克力、小雨跟音乐四个人都在那边重生，四个人两只狼，两只狼，好猛、喔！那时候哈基刀了音乐，然后小雨是在金库里面做任务，他在那个地方是我必须下去，我在上面刀不到，你知道，我还很紧张，我怎么刀不到？这边下去，这边下去，我在很下面，对。他在雕像的那个位置，嗯，好猛啊、喔！这场好好看哦、喔。
那因为我选择相信你，有有有。我你讲错，你刚才想撞他呢，我刚才撞他呢，我刚你想撞他，然后马上后面冲后面直接马上转身，我保你，超奇怪的，那个边超奇怪的。是不是啊？要不是你是警长，我一定投你。好奇怪、欸！来，再来，再来。你们吃爆米花，我吃披萨。非常好，我吃爆米花，我吃爆米花，我吃披萨。精彩耶！太精彩了，好看，好看，哥哥。啊！我希望音乐是月月。月月，你在做菜吗？我做菜给你吃。月月，那种海肉，海肉番茄，海肉番茄啊，不对，回去回去，不是你，不是你，哥哥先过来。面包、菜、肉、番茄，面包、菜、番茄、洋葱。面包、肉、番茄、洋葱，不是面包、肉、洋葱、番茄，面包、肉、洋葱、番茄。啊，做好了，做好了。我怎么没看到我？那是关灯任务吗？啊？啊？啊？喂，为什么？哇、wow. 啊！我看到迪叔在我面前杀人。阿吉在我面前杀了波波，在那个、我先说一下，不管你们两个谁倒了，我觉得都很棒。啊！迪叔先说在哪里？在那个武器室，武器室。武器室，武器室，你看到是谁的尸体啊？ Bobo 的尸体。Bobo 的，我刚刚看到，我刚刚跟那个了啊，你是说、我看到他自刀自己自拍，然后看到我就直接说是那个，那比如说他是我看到画面的，我没有职业，然后那时候 Moco 在机房要机房旁边那个左边那一个要刷卡的门，嗯，包括应该有看到迪叔往回跑吧？我刚刚都一直看到你们 Bobo， 然后哈基跟迪叔。一开始我是跟迪叔一直都在一起，然后很多时间我是跟迪叔是都有两个人。我觉得他也有，如果他是狼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机会可以倒我的，因为我曾经在几个时间段是跟他就是只有独处的状态。然后是后来我往下走到观景台的时候，上去才遇到 Bobo 跟哈吉。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就拍桌了，所以哈吉。他爸爸投什么？哈吉。我就说不是，因为我刚画面走向，我刚才那个枪没有放完，我是在下面，然后往上走的瞬间看到迪叔，因为我可能有看到最后迪叔是往回跑的吧。有啊，对啊，往回跑的时候看到我是看到亲眼看到就是波波直接被迪叔砍掉之后马上拍桌，然后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看到他在杀人，然后马上直接栽赃在我身上。可是现在有一个质疑，你不要信我，真的，你们有你要相信我，我如此坚定，我觉得我没有这么真诚过呢、我觉得迪叔自刀自拍几率不太大，因为他有点吃啊，就是过往其实比较没有这样，比较不长这样。而且我刚刚说，迪叔都往回跑了，他如果还拍得到的，那感觉比较不合理一点。对啊，因为妈妈在帮那个迪叔踩得住脚，所以我觉得阿弟这边，那除非他们就是 CP 互包，那你们投我吧，投我，你自己看看着吧。这个对这个狼。
危险，你们对，又是他们两个，是啊，他们两个感觉也都没有那个小丑。嗯，哦，可以有可能是他们两个是 CP 互包。对啊，哦，你说妈妈跟弟弟？对，没有想到，哎。你们是被谁杀了？影月，对不起，巧克力从后面捅我。我只是爬个楼梯，我就在楼梯上面滑倒了。滑倒了吗？你在往楼梯上面滑倒，阿锦，你好快、哦！我又是你们两个啊！嗨，我不知道，我刚才看到是瞬间的，怎么又是我们两个？我们是作弊啊！我想说，我去上个厕所，怎么你这么慌张？怎么在辩论了？发生什么事啊？好难过、哦，很尴尬，是四个人在那边，然后就说啊，好，两个人往上走了，迪叔跟摩可都往上了，好，我都可以吓刀了，一刀下去，迪叔往回走了，哇，没想到他三心二意吧？对，刀下去，刀下去，刀下去，怎么不刀？哎，要刀谁？巧克力刀谁？啃巧克力，这是开巧克力没刀摩可哎。我刚才厨房做料理要给云月吃，被刀了，巧克力是生气了。哎、欸，我是在那边放枪的，我就枪支走火、欸，对耶，我刚在厨房死很久啊，你们都没看到我，波波。你是死在哪里啊？厨房的那个、啊、做菜的地方，我就在那边。死在做菜的地方。对啊，你们三个人经过都没有看到我，因为我很认真在看怎么做那个汉堡。没有，是上一天呢、欸。对啊，没有，你们是经过没有在做汉堡，没有人做汉堡。哎、欸，没有做汉堡。对，哎、欸，我怎么没看到？有点诡异哦。对啊，哎、欸，我那个下水道如果发蓝光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工程师在里面？下水道发蓝光？不知道，因为我刚帐篷盖刚刚我在钻的时候，它是蓝光的，它是蓝色的边框。要问发发。对，我在想会不会是发蓝光？要么里面有宝物。有没有稀有道具会发光？稀有道具，蓝色应该只是稀有而已，没有很好。对，要紫色或是金色，对不对？好吧，会有崇高石。对啊，就是绿色、蓝色、紫色、橘色瓶子啊，往上怎么这么厉害？嗯，有人死了没啊？不知道，我快任务快接完了。哇，那我是十四装了。你是金装，我是橘装。我这么久了，我觉得刚刚很好笑，站太近，长太像，直接砍错。这是谁？是我怎么站这么近啊？你这个是 MVP 耶，波波。真的？是不是因为我想说那粉红色应该是诺音吧？我就直接砍雷王。结果你砍到还砍中了，瞬间让那个狼的局势的反转。我想说，哎、欸，不对呀、啊，怎么？我仔细看了，哎、欸，啊，怎么差？啊，怎么他自己倒了？不对呀、啊，不对呀、啊！啊 ，Moco， 哦，死了！巧克力是倒下去瞬间马上按通讯破坏。哎、欸，你可以藏在这颗金的后面，不知道人住耶？藏呀，能不能 TP 啊？你们在哪里啊？左上角那个金库宝库金库宝库，对吧、啊？我们等下觉得干脆就躲在这边算了。你在哪里？有假装是那个吗？好人，然后有人到了，我们马上出去。你说宝库吗？对啊，宝库啊，宝库那你可以躲进去啊，那一堆金那边一堆金那边、哦、这里啊、哦，哦，好酷哦。可是这边我戒指能到这边呢、欸。那鬼能穿墙吧？是因为鬼的关系。旁边这里楼梯，旁边这楼梯下得去吗？下不去吗？不行啊，斜的这楼梯，因为会挡住、啊。对啊。哦，好吧。嗯，我可以再守着哦，好恐怖哦。对，我觉得如果他们现在这样是剩几个人？啊，十个小雨啊！我关到巧克力了，挫赛，完了，完蛋了！他再不拍，快不拍，再不拍就急速要进来了。有了，他拍了，拜拜，走吧。哦，我发。我拍的，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 OBS， 我刚断线。好，我是在那个禁闭室往金库那里，然后看到小雨倒在那。我在金库也有看到一具尸体，好像是允月的尸体。我完全没有走到上面，我在观景台遇到发发。阿叔，啊，
是不是你？不是我，可是我觉得不像是迪叔，我是金色路线跳的。你们俩方法是怎么看的？方法是工程师吗？我是工程师。嘿，还是你自导自拍？整场都没有遇到巧巧，就遇到你们两个。其实我跟迪叔很长时间走在一起，然后他都没有对我吓到。我跟发发跟妈妈也有遇到过，可是我没有看到，我看到他们每次都是两个人，然后后来也有看到发发一个人走右边去。迪叔跟诺英我反而就没什么看到，只有一次那个通讯任务是我解的。我记得诺英好像也有解一次那个点，对，我是解那个通讯，然后我有解一次点的。对，哎，电的那时候是在我在武器室下面，那时候有看到妈妈，然后那时候也是只有她一个人，然后后来可是那是很早，因为后来也有看到妈妈跟发发走在一起，所以我才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比较好一点。然后后来我是在会议室那边解那个任务，然后回来到金库那里就看到尸体。迪叔的动向呢？我的动向，哇，忘记了，我看一下啊。走过那么多应该不会忘吧？我都一直在解任务，我只有在机房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然后最后往会议室解任务，然后下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拍了。可是我在电访的时候跟迪叔待了很久，欸，两个人。哦，不是，而且我跟发发也，我跟发发你也走过一段时间吧？是没错，可是我很害怕你冲过来说我就赶快跑掉。可是我觉得我跟你一起走的时间没有低于你跟巧克力一起走的时间，欸。因为有可能很久了你就一直都忍着。那诺英有职业吗？我是警长。你是警长。还是诺英，我们来玩一个，就是看你想要开枪对阿苏还是巧克力。我想开枪对巧克力，因为其实迪叔我蛮信的。可是可以啊可以啊，欸，如果你找不到他怎么办？是找不到你怎么办吧？没有哦，我要投你了，巧巧。我们在梦幻岛约定一下。没有，我觉得提出你这句话本身就很奇怪，因为现在坑位就只剩你啊。他一个是警长，一个是工程师。我知道我的底牌是好人啊，那坏人就只有是你啊。不行不行，你们两个我都不相信。也是，我比较是漂一个漂一个漂一个啊！大家听见面啊，敢不敢啊？大力叫啦！录音想漂谁？然后你漂完之后，你看我上一场，我上一场是鬼，我都敢直接在这里了，对不对？除非你要盘这场又是我们，对不对？录音，你投谁我就跟你，啊，就跟你我投巧，我投巧。那我想投巧，投巧漂输。哇！赢了。为什么还有人投 skip？我投 skip， 我想要看你们开枪。你要投迪叔啊，妈妈！你要投他哦。又是我跟他的哦，好强哦！想不到吧？真的是你们两个？怎么又是我们两个？我刚刚刀波波的时候，我想说，摩可跟迪叔上去了，然后想说啊，真的波波砍下去，把你迪叔回头。对，那是你倒了，你就跳走，想哇，这很难的。我大傻眼，我你知道，然后最后刀了妈妈，我就直接一直躲在那里，然后想要等 CD 好再刀一个人。太过分了！你知道我一直在帮你关那边的门，但是有人一进来的刀。可是为什么你要自己排桌？他被关进去了，因为我的身份已经太灰了。那时候巧克力拍的好，因为左边一个发发，右边一个还有个谁嘞，准备开门，两个已经准备进来了。嗯，而且那时候也对，就是有人要进来了，也只能拍。哦，你在金库啊？对，我一直狂走金库，我一直狂走地道。其实有听到你走地道的声音呢，听得到声音哦，会有声音。对，他就想问是不是？是不是有人在钻地道的时候，那个如果是工程师的话，地道会变蓝色边框？可是他没有写那个，欸，工程师那边没有写额外的设定。因为我刚刚钻的时候发现，下面的就是怎么会就是蓝色边框？然后可是我看了一下，又没看到有人钻出去。有可能是内鬼才会知道的情报吧？嗯，对。那我
我没有看你在 我踩的地方哎、欸，阳台太大了，阳台危险。至少换 MVP 是发发了，发发。还好没投到耶，还好你 skip 了。可恶、欸！还好你 skip 了，我就只想，我想看他开枪啊，这样感觉比较刺激。那你要看人家开枪，应该是要平票吧？对呀、啊，我以为答案会跟我一样，就是 skip。对啊，就是我投枪。因为你前一秒还说你要跟诺伊，然后下一秒你说投自己投 skip。你说好票一个，然后等下开枪一个，然后按 skip。我说来啊，黄迪叔变我啊，我一定跑啊，嗯、一定跑、啊、跑最远那一种。哎、欸，我一开始盾还给 Mo C O， 结果他是小丑，傻眼。对，还是小丑。我想说让你活久一点，没想到我比你早死。笑死。遇到哈基两只狼一样，对啊，我想说完全一模一样，也太扯了，太扯。然后都意外赢的，第三场那个等一下警长先去那个变哈基看会不会倒。别为什么？哭了，先变一下测试一下。结果倒了啊，又中了，又是你们中了，又怎么又是？那哈基倒，我现在就骗我了是吗？对。哎，哈基，哎呦，六万个巧克力嘛，几率很大、哦。我怎么不能动啊？输入法嘞？我还很真诚的说，因为你没办法、啊，你是迪叔跟你对，每次都对不到迪叔。信用破产，呜呜呜！信用破产，你真的信用破产了，好惨哦。那个内鬼是30秒，好，嗯，小张小张，走起来。走啊，巧克力，我们再来当一次啊。啊。好，然后我们是 CP 有没有？88888，不对，我是 Ctrl 加 V， 发现说哈不行哦，算了。我们又没有职业啊，好啦，没职业也好。我看是这一张哦。哦呦，双刀，还有死了两个，在我面前杀人，谁？不会是魔口吧？我跟你讲，我躲在阳台的那个，最右下角有个阳台，然后那边有一个大喇叭，就是往外照，然后小雨在接人、哦，我躲在喇叭的那个图片的后面，我躲在那边看，嗯。在偷窥狂，魔口走过来啪，然后就死了，跑掉。哎、欸，品味好强哦！我想要让 H 三完整哎、欸。你要不要下去陪他们？看你们呐、啊，要不要下去陪他们？我说 Bobo 啦，哭哦！你们是不能这样玩呐、啊！我说 Bobo 啦，现在 H 2差一个 H， 我不要下去陪他们。就再让 MOCO 玩一下啦，让他玩一下啦，不行啊，要这样子了吗？ MOCO 你怎么这么快就被抓到了？我的天，他怎么可以在那里一直在偷看呢？你赶快说，你赶快说，你有没有职业？你有没有职业？你是小丑对不对？他是小丑啦，我觉得 MOCO 是小丑啦。对啊，不要投他吧，投 Bobo 啦，Bobo 好奇怪哦。我觉得 Bobo 吧，我要投 Bobo 啦。不是啊，我要投 Bobo。我这里要讲，我保 Bobo， 因为 Bobo 刚刚在医疗室那边他有扫描，还扫描，我按的时候不能按。对对，我按的时候不能按，我又退回来，然后后来才换我扫描。对，我保 Bobo。对，但是我还是想投他。
哎，我跟你讲哦，你们这个很危险哦，你们要想清楚哦。你要想清楚哦，投他很危险哦。我 skip 了，我 skip 了，我跳过了，我跳了，我跳了，我会危险，会有危险的。我跳过谁？认真点啊！在干嘛？投他真的很危险，我只能这样说。嗯。玩过头啦，什么东西还要先看这个对不对？欸，我忘记这怎么玩了。欸，这是不是要去找那个一张纸条还是什么？好，干嘛？我靠，真的是狼，你们要相信我。好啦，他可以走了，因为是一个了。哎，欸，没有，好像哎，有。隐约死了啊，没有死了，隐约走了，啊，哦哦哦，对吧，啊？我不知道哎，欸。哎，欸，所以隐约跟 Bobo 会是 CP 吗？哎，欸，所以隐约才会强力保 Bobo。哦，对耶。啊，对耶，啊，对，完了啊！哎，欸，又误打误撞，哎，欸，怎么会这样子？怎么这游戏不能玩逻辑耶！我快笑，我快笑，我在干嘛？我也快笑死了！我不行了。好了，好了。他记好啊，跟他记。还剩谁？迪叔很安静。人好多。嗯嗯，里面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哈哈，骑兵活不过。好了，不能看聊天室了，抱歉。有时候当落那些东西，就觉得很想看一下、瞄一下，我就觉得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能看聊天室，等死掉之后再来看。啊，我们家哈记嘞，你不靠我定，怎么办？都是爸爸。No。诺英在我面前杀人了。好，等一下，我是工程师，我是工程师。诺英呢？可是我刚刚跟繁星还有一起去捡那个
锁柜房下面的那一个紧急任务哎、欸。你们有人还有职业吗？我是工程师。我船员。我一直在哈基面前跳动，可是他都不理我。我船员。是对啦，录音是在我旁边没错啦，他刚的确是在那边跳。哦，你有看到。不是刚刚跟爸爸，所以现在是迪苏跟洛英互咬。嗯，我是刚，我也比较信洛英呢、欸。还怎么可以这样子配记仇？没有，不是没有没有没有记仇。我反正我只能说，爸爸你在哪里呀、啊？我其实刚刚是跟那个我跟繁星在上面，然后我看他脚踝都往下跑了。好，我先讲，我们在那个反应炉研究室那边，然后是在反应炉的红那个红点那边，然后那边原本有迪叔还有繁星嘛，应该是，反正就是有三个人。对耶，录音，刚刚繁星是走左边那个出去了呢。他是走左边那边过去了吧？刚刚不是一起有那个有两个人去通道那边过去了？没有啊，他进去了不是吗？你那时候被卡在外面呢、欸。所以，这边我觉得迪叔的位置对，在我心中位置会比较高哎、欸，我这边应该是会觉得洛英是狼。我只能说。我是工程师，我的的确确是工程师。你们第二天的那个紧急任务，氧气的紧急任务是我修的，我秒修的。哦，我觉得我不行，我要跳。我是工程师。你是小丑吧？你是狼吧？你是小丑吧？哦，骗人！那迪叔，你有没有职业？我没有职业啊。那你踩得住脚吗？你踩得住脚吗？我踩得住脚，因为他在我面前杀的，所以我一定是票他了。然后剩下的就看你们。啊、哈基，我真不知道。可是你这样说服不了我啊！你要说服我们剩下几个人相信你是好人啊！虽然我觉得你在我心中位置算是蛮高的。可是我们两个跟繁星不是也一起行动过一阵子了吗？你怎么可能在三个人面前杀？我那时候是在做那个。做那一个，没错啦，但所以你自导自拍秒拍那种，然后我因为在做那个，所以我画面没有跳出来，然后你马上咬我，我才反应过来，我是这样。其实我会觉得迪叔这边是认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看到，我可能你是一直在地下道，可是的确没有看到你，对。没有，其实在那个温室中央室那边我们一直都在，哈基那时候也在。那我你们就尴尬，是我是因为我是工程师这样子啊，你们都投了，你们都投了，因为时间到了，加油哦，干巴金耶，好的。行动，对他们还是有拍桌，可是现在有通讯波。哎、欸，诺英你好清楚哦。那个哈基又是小丑，有逻辑的都死光了啦。就是这样子。然后等一下，哈基投自己，哈基一定会投自己啊。对啊。可是他，你说再杀一个就赢了、啊。他只要活着，不要被咬到就没事了。对。拍桌还有得拍啊，没了。那剩下迪叔跟小丑的哈基的话也是那个啊，对啊对啊，迪叔被咬死，哈基砍了，哈基被咬死。哈哈哈哈哈哈！我好不会玩这个哦，我好不会玩这个东西哦。重点是，原本就已经骗了 Moco， 然后就先让。内鬼赢的人该怎么说哈？我们是不是把恋人跳出去了嘛？我好不会，因为前面玩错了，不对，小丑是不应该把狼弄一直弄出去哈。对，你这超白，你这整个超白。然后一面很大，就有一个奇怪的香菜那边哦。谁要背锅？谁要背锅？好，音乐表示气。我就不说了，我还帮他套盾，还保他，结果他还在那边哦，傻眼。那 Moco 活久一点嘛，
你看这个最爱自刀自爆的就是迪叔，你们不要傻傻的相信他。你们都相信他，你们都没有看到他的可怕的一面。哎呀，好难玩。你玩的蛮好的，我玩的很智障。不是你们这边当工程师，其实我觉得你把那个录音的狼狈又加更深哎，我真的没办法不相信你。其实你第一天自刀自爆，你可以说你没看到人，或者是看到其他人，说不定就很好笑，你就有可能被票出去。没关系，来再来。想说让 H 三，想说让 H 三圆满嘛，对不对？闭嘴啊！乱圆，一开始就死想着要赢呢，气死！职业呢？我就问职业呢？猎人第三方啊。没有啦，猎人的话是剩两个毒影啊，哦，他想要证明。我会去看。对啊，是不是？啊，不能看聊天。摩托妈妈，你有没有杀人 ？M 九。好。我看到的尸体陨月啊，陨月的尸体，不是，我看到发发的尸体陨月杀的尸体陨月，对，你也省略不是，你先听我说 ，Let me 娓娓道来，你快说，那时候一开始那个重生点嘛，然后我最先跟发发走出来，走到那个那边应该是反应炉那边，然后我去反应炉那边解任务，然后发发是去白水晶那边，就是他不是有就是左边跟右边嘛，然后我过去的时候我看到陨月，我说哦陨月在这边呢，哦，然后再过去看一点就看到发发的尸体，然后陨月就从地道跑走了。可是我不在那边呢，你就是在那边，我刚刚是直接往上走，没有往那个你说的那边，那是哪里啊？你说研究室啊，哦？对，没有，我是往上走的，欸。没有，你你是不是小丑随便拍一个人出去啊？没有，真的没有。哦，好啦，这是陨月啦，哦，我抓到现行犯呢，欸。我猜一下而已嘛。有人可以保波波这句话说，就是有看到没有？没有看到呢，因为你们不在这边，只有我看到。是，我所以说，我们刚刚医疗室那边，就是我跟诺英，然后哈纪还有迪叔在那里，还有我啊。我跟你撇撇，我在门口站了一下，哦，你在下面，因为我是躲在上面，我在那边偷看他们。嗯，然后妈妈是从重生点登陆舱那边往右边走，想说确认有没有尸体，我就往回走，有看到妈妈，还在那里。哎，在路上。妈妈登陆舱如果是有海龟任务，她是可以很晚才回来。那个是暗，对，我在想说那是暗的，是要一直等吗？暗了走了就走了，走了，那可以先走。OK， 可以走。等时间到再回来。嗯，等再回去。我问一下，诺英那时候你在那个就是巧克力战争那边，是因为按不下去吗？单纯贴贴吧。对呀，因为我是先按不下去，他先的，所以至少可以确定巧克力是有任务解，他是他的确不是狼，也不是小丑。嗯嗯，相信我啦，拜托。不是啊，我投啦。你要想哦，我投啦。因为每次都第一场或第二场死呢。对啊，让陨月，你看让陨月玩一下嘛，应该让陨月玩一下。你刚刚不这样讲吗？让陨月玩一下，可以可以可以。你怎么职业啊？我是船员，所以有我该死，投我，报应反噬。宝宝平常做事要给人家看到啦。又是水壶，哎，欸，了解。
应该发言的时候都这样。阿基，你做什么坏坏的事啊？没有，真不像是你。嗯。哦，他是说这边看戏是不是？是什么任务？哦，这里有，是哦，杀。我拍的哈记，然后在那个办公室，迪叔在我后面过来。办公室，基本上应该就是允月了啦。哎、欸，我是没跟、哦、我开麦有啊有。就上一天，其实我就是投允月有两票嘛，我就是投他的。嗯、那时候我没多、嗯、没说啥，我就觉得感觉是允月了啦，对啊。嗯啊嗯啊啊！然后那时候通讯任务是办公室跟那个 camera 房。他是有两边啊，允月有在解办公室 ，Camera 房是那个迪叔过去的，然后我跟迪叔和妈妈都在那里，然后往上走，我就想说，那个允月差不多该刀人了，上来拍拍桌。是允月差不多该刀人。微博好了，可是另一个就不晓得是谁了，来来看看啊。是的，但绿色死掉还不错了，棒。绿色。Thank you。嗯。对了，音乐坏，坏音乐，你要关麦。我当鸟人啊！我没玩过这个、欸，哎，是什么？哦，按着就好，是不是？然后嘞？是这样哦，就这样哦，我讲话也要加靠一改。嘟嘟嘟嘟嘟嘟，一白痴哦，二一七，修理修理等会，嘿。你嘿什么？我很抱歉，我刚刚忘了关麦。没事，没事。是灯关下来的时候，在我们修电的地方，我看到诺英跟巧克力其中一个喷出了番茄酱。诺英跟巧克力其中一个不是啊，你们两个其中一个是杀手，其中一个砍的是对砍了 Moco， 是妈妈死。对，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很仔细。那我这边可以直接说，妈妈套我盾的，他是医生。好，诺伊呢？因为在中间的那个十，就是那 Y 字的时候，他那时候套我盾，然后我就很勇敢的在上面走一走，然后那时候，你先讲。就你好，你说。因为我从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说我是工程师。啊？你这场又是工程师哦？对，我不是我不是开场在你旁边跳来跳去吗？啊，你在哪里跳？跳来跳去，在一开始的地方。迪叔有看到？我没看到。在登录他有狂跳啊！我可能在解任务吧。我不知道，反正我就一直跳下去。哦、那刚刚这里还有谁吗？就我们三个，因为刚刚我们四个啊，好像看任务吧，我就其实没有看画面，然后忽然间就倒了。等一下，等一下、哦嗯，我觉得不会是我跟巧克力。巧克力的那个扫生任务我在旁边，然后我也有那个扫生任务。嗯，对，然后对，那时候第一天的时候是我跟诺英哈记，然后还有迪叔那时候在那里，我也有啊，我就是我在那边，我先扫描，没有，因为你在主要下面，对耶，那是诺英了吧？他可以演工程师啊？不是啊，我也有扫生任务啊。哇，那还有谁？他是说他第一天的时候也在排队啊？不是。对啊，我在排队啊，不然我按不下去。我的下一位就是诺英，所以他那他有没有上去？那他有没有上去扫？他有啊，他下一个就是了。小雨那时候看着我不是吗？
哈基那时候有看，我有远方，我远方我也看到诺英上去。是哈基，是哈基，是哈基那时候在哈基看的。对，哦，所以你们两个不是哦？我们两个不是，重点应该是 CP。还有一个吗？哎 ，CP 不可能啊，一定还有啊。不是不是不是，我说我们之中还一个人躲在那边，只是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关灯在解灯。也有可能。那小雨跟迪叔在哪？是迪叔啊，我刚刚我在厨房哎、欸。可是迪叔有在那附近，因为那时候中央室我还有看到迪叔，然后我还看一看，然后就忽然间结束了。我往下走的时候路过繁星啊。嗯。我后来在那个厨房阳台那边，所以我不在上面。那哈记什么时的？是飘出去的，还是？哈记是前一天晚上拍桌前是那个、啊、没有允月允月刀他的，我上一天拍的、啊、哦。对，我上一天跟我现在好乱哦。那个 camera 房，然后巴法是第一天死吗 ？Bobo 是那一天飘死的，然后允月是第二天投死的。对，那就不可能恋人啊！哎、欸，恋人不可能啊，因为我那时候是瞬间就是看到灯一打开，然后妈妈的那个尸体就爆了。妈妈不是恋人啊，妈妈不是恋人、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他 是啊，不是、啊。所以我说那时候我妈妈死了、啊，我看到剩下三个都是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是谍道啊。你说迪叔真有在吗？我不确定，我只看到你们两个，那就你了、欸。你有在，那我就是、啊。你为什么不说、哦？啊，我有说啊。没有，你一开始没说，一开始是繁星在咬我们两个，然后我在扛，不然就是繁星了。嗯恋人今天火胜，小雨跟诺英是恋人，那因为都是好人。哎、欸，你小丑也是恋人呢、欸？对啊，对，丑恋人，丑恋人。哦，团员也获胜啦！哦，原来是迪叔，这刚谁招的？我以为喜欢叠杀的，这个又叠杀，迪叔只会叠杀，就是迪叔。那个时候你看，就说你没在那附近就好了，就没事了。可是好吧，因为真的看不到你耶。那时候我好像在看地图吧，我就没看到人。我也没有看到。迪叔他们在争辩，然后没有提到你，代表他们看到你，就说我不在那边就好了。就当做没事。对，因为我家到处跑。因为那时候关灯，然后我才刚解完灯，然后才开灯，然后忽然间就有人死，所以完全没看到你。嗯，我也没有看到，我是直接被拍桌。Oh, no. 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是拍桌的那个人，然后反正又咬得很好，他想说，哎、欸。对啊，到底是谁？我猜怀疑了巧克力，但是我想想不对啊。对啊，我想说，我前面也想说是诺伊，因为反正感觉很好，然后可是想想也不对啊。你们都扫过，奇怪，到底是谁？我有在啊，我有在啊，那就我有在啊，哎，你怎么在啊？还好你最后十秒，迪叔你就不能说你在啊？哎，我很抱歉，最后十秒讲了一句话，没事没事。哎呀，笑死！太白痴了，太白痴了。Q， 好玩好玩好玩，这游戏好玩好玩好玩，非常来跑得快啊，好吧。跑快快啊！你好丑哦！什么叫做跑得快？我想玩看那个，它有一个，你只要不投票就投自己哦。怎么点？投票就投。它现在打开，现在打开了吗？没有哎，我刚刚看到一个，就是如果不投票就投自己。有一个选项是不投票就等于投自己啊。对啊。哦，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调？看票师。嗯，跑快快，看看。禁止跳票。哦有啊，倒数第二个，自己，哎呦哎，对，最下面，最下面，有有有，开了，开了，你好蓝哦，你好蓝，投票等于投自己哦，好，然后超级快速的哦，好，会不会太快了？太快了吧？我有点看不清楚谁是谁。那个狼人要刀很难，你知道吗？二点五倍，没有没有，我们的视野比较少，嗯，这样子比较刺激。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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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欢乐一下。Go go， go go， 想尿尿。乖哦，我在乖。哎，医生怎么玩啊？上谁？我要上谁？我跟谁？这跟谁？
怎么这么多人死？怎么办啊？死三个应该是有 CP， 因为杀手的刀没有那么快，杀手就是三十秒。嗯，然后我是在，我好像看到是繁星吧，在 camera 房外面那边看到的，可是我没有看到谁经过，因为太暗了，超暗。我在百米赛跑，我一直来回跑，我就想说，我就一直点，看会不会点到人，真的点到了、欸。然后哈记我有看到他是那个往锁柜房上面去走，就是往反应炉那里。嗯哼，在拍繁星的大概前十到十五秒前吧，就比较早之前，他往左转。哦、所以看他有可能是 CP 或是有谁在左边就比较可以。左边、那我说一下，我是在我如果你是说他是左转的话。那我是在他屁股后面进去的，可是我没看到哈吉。然后我是在门口那边接电线的。那你有看到谁在进去吗？没有，就是因为那个门开很久，应该是还是那门都开时间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很快也不知道。对，妈妈呢？有人看到妈妈吗？有，感觉好像太暗了。我在医疗室有看到他，因为我一开始先去找，然后妈妈过来，然后我最后是往中央室，应该有看到允月跟。巧吗？另外一个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拍了。我看到会不会是原地自爆的？我就是一直来回跑，我在中央室办公室，然后一直在就那 Y 字那边来回跑。这样不行、欸，要投票，不然要投自己哦、喔。可以投 Skip 吧？小雨呢？你是要投？我在那个，我一路往右边冲冲冲，冲到中央室，然后最后在温室。哦，你弟弟龙，没有弟弟龙啊，弄到最上面，太快了，都已。法力哇嘛，我拄啊吼，我从那个西南遐，然后冲到迄个东南，然后再冲到幻堂，再冲回东南，反正我就是在走廊上冲来冲去。大家都要乱跑啊！哦、我怎么没冲到你哦？你我冲的很快，我没看到你哦。发哦发，发发危险的。所以我在走廊上吗？我是在北跟西南那边来回跑啊，中央市那边有好几个，两三个在那里。发发危险哦！真的好危险哦！对啊，还是我速度太快，你看不到我。可是我，你的速度太快。可是我有一直看到发发在我视野面前。那你在哪里？你这样怪怪的哦，就是、你的视野怎么看得到我？视野怎么这么广？没有啊，就是有影子，你知道吗？啊，就那个蓝，那个，你怎么看得出是发发？怎么不会是小雨？对啊，因为他两颗眼睛辣魔大颗，辣魔大颗，两颗眼睛是那两颗是那个车尾灯啦，眼睛那么大颗，原来是这个，你这个大，你在哪里看到他？东南那边，幻堂那边，哦，跟他讲的一样吗？冲来冲去。他在跟我尬掐、哦，我把他甩到后面去。怎么在尬掐？收很快哦。我感觉没看到那么多人。我也是。慢慢太慢了。慢慢的越来越多。投票要投票，可以投 Skip。对啊。Skip 会不会那个吧？如果不投的话，就是那个哎、欸，投自己。投自己。有不有你干嘛？为什么不投自己？我 Skip 吗？哦，阿叔，我觉得阿怎么没有变灰色的？哎，对啊，可能不小心点到。嗯，阿叔，太快看不到，很快呢，快了吗？超快的。你们两个是谁背那个、啊？我背刀，我刚刚想要套你盾，还是套那个谁发发盾？在犹豫的时候就死了。哦，那你是被发发砍了是不是？诺英吧，难过，好快，我还没意识到我自己是恋人，七，我也找不到你耶，我想说谁是谁跟我找不到，我还是医生耶，是不是只要是坏的死掉也不用做任务？坏的没任务可以做啊，没任务，对，都不用，走吧。跟另外一个是谁？不用不用，有两个死掉哎、欸。迪叔，你不要骗了，两个死吗？哎、欸，是吧？是吗？哦，对，哎、欸，
对，是两个、欸。对，那有两个，有两个，但是还有两个在。两狼还有两狼。嗯，反正应该不是允月。我刚在露台的时候跟允月，我那边打打枪枪，就是射那个陨石。嗯。然后他就站在我旁边，所以应该不是允月。啊，迪叔的反应我觉得应该也偏好。没有，可是他刚刚也是自刀自拍啊，唯一会自刀自拍就是在打输了，又在上一次。迪叔确实我有看到他杀人啊，就是那时候他在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中间。你们两个就是狼哦、嗯，我觉得他们两个会不会双狼啊？因为有两个死，所以一定是两个人是一起讲话、嗯，或者是砍一个然后 CP 啦，除非是这样。嗯，也不排除。CP 第一回合就结束啦、啊，第一回合不是死三啊？已经死了、啊。对啊，所以他们就是在双狼刀吧？就他们两个啦。不是啦，是迪叔。我建议投发这个时间在外面乱跑，我觉得不太好。被你看到这个，我投了，我投了。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带头在那个外面乱跑。要不要等下直接就拍诺伊呢？对啊。不服哦，这幽灵。我们两个在那边看他们之后，我们两个都太有趣了，冲过头了！我靠，我在那边冲，而且我以为，我想说录音感觉很奇怪，可以看出方法，看得到啊，很奇怪啊。然后方法反咬，我就想说方法应该是好，然后应该是诺音跟迪叔两个眼睛那么大，我想说我跑就根本看不出谁。有啊，想要有看出是我呢，可以看得出来。有啊，那我只看得出他这个灯泡超大，那个才叫做大好吗？哦，结束了，那个、拍了，走。那、啊，怎么又死人啦、啊？哦，你还是没活下来。哦，迪叔，迪叔，我还是死的。诺音一路好走。他死了，好玩。迪叔啊，我送他下去了，你不要难过、啊。干得好啊！诺音果然懂我，我就要杀迪叔啊！迪叔还是死了，音乐活动最后哎、欸，音乐，所以是哈基死还是繁星？哇，繁星呢？好是繁星。我看到我自己后面有是自己被自己刀，应该，我应该没按到那个枪杀吧？我是警长。我觉得太好笑了，刚刚那边两个，我们两个被一起杀掉，超白痴。我们一直在等我觉得若英在等我，然后我也在等他，然后我觉得好，现在就是时间了。嗯，我一个人在偷跑，我就跑了。这是我们杀人，然后迪叔走过来，然后我们两个还互看了一下，迪叔才按，他过了很久才按。然后你们两个都直接咬他，然后咬你们两个狼，两狼两个狼跑就很可疑喽。我想说，他不按我要按喽。你们太一致性。怪了，啊，休息啦，辛苦了，谢谢，欢迎西，那我今天真的好笑，对，好玩，超爽。好了，今晚太空狼的杀就到这边了，嗯，不用当鬼，真的就是比较好盘啊。当鬼哦，还要演戏，难玩死了。啊，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咯。那，明天阿咪鬼不知道玩什么，就明天见咯。各位晚安，拜拜。大家拜拜。